韩伟奇才艺训练中心五年前开始培训当时年仅十一岁的学生张若曦，最近仲罗致佢成为旗下歌手。不过 Vicky 竟然话若曦天分唔高啊！佢唔系一个即系特别话特别好有天分的一个女孩，但系我觉得佢会努力。我认为咧，努力的人咧，一定会得到佢自己的所有嘅。所以咧，佢真係得到啦。Vicky 俾若曦嘅努力打動，所以希望幫佢圓夢。Vicky 呢日仲親自為若曦化妝，好似照顧阿女一樣啊！如果我幫佢化妝咧，其實就係幫助佢提升多啲，咁希望佢快啲可以喺好短時間裏邊去見人咯。咁如果我有能力嘅時候咧，我都會幫佢化妝嘅。如果我冇時間咧，我都會揾化妝師幫佢咯。雖然好親切，不過 Vicky 都係位嚴格嘅老師嚟噶。咁如果喺佢嗰個我帶佢演出嘅方面咧，如果我覺得佢做得唔好啊，未夠完美嘅咧，我都會喺每次見到佢咧，都會個話題都係講翻佢有邊樣係要改善。